有什么事吗？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太好了，前辈，这里有好多物资。报告队长，发现目标。燃尽吧！来帮你这个，一击必胜！燃尽吧！食物、厨具，还有小工具，在这里都找到了好多呀。真是太幸运了，就像是有人特地为我们准备的。这下不用担心基地的补给不够用了，普罗尼亚队长看到一定也会很开心吧。啊，前辈，你是想说什么吗？这是在夸我吗？谢谢前辈，我会更加努力的。哦，对了，前辈是想……好的，哦，我忘了，抱歉。你是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？开始了，茄子，
有什么事吗？我在听。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欢迎光临卡罗尔商店。保持警觉，队员。我知道了。虽然尝试过很多次，但目前还没有。我在确认之前的任务日志。虽然瓦尔特先生安然无恙，但除了增援以外，第二小队也被分配了其他任务。盛方丹的异常
已经不容忽视了。如果只是瓦尔特先生的问题，我应该不会来到这里。瓦尔特先生根本不需要别人来担心他的安危，他是英雄中的英雄，没有谁比他面对过更多的危险。用博士的话来说，如果瓦尔特先生身处险境，一定也是出于自愿，否则的话，世界上没有能够困住他的地方。特斯拉博士，你应该认识他。还是言归正传吧。此前，总部一直在根据第三小队回传的情报，尝试对圣方丹出现的怪物建立解析体系。为此，他们微月之环研发了特制模组，可以基于录入的怪物信息对检测到的怪物进行智能分析。所以，总部希望我们可以回传更多的怪物数据。根据他们的需求量和我为此次任务制定的 milestone 来看，抱歉，职业病。总而言之，他们需要的数据涵盖范围相当广，也许时间上会来不及。所以，队员，要辛苦你多到周边收集一些了。除了外形数据和作战模式以外，我们今后击倒的怪物都会由这一模组进行计数。不同怪物在不同区域的数量会用以分析它们的习性，甚至编制。例如你曾经命名过的恋人，它在圣方丹不同区域的数量就呈现出一定的规律。能事先得知相关情报，对于我们的战术安排很有参考价值。基本情况就是这样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对了，出发前记得来找我，我会和你一起行动。虽然任务不难，但从你之前的表现来看，总觉得你会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。Bronya， 抵达战场，抓紧时。抓紧时间。
统运作没有发现异常，尽快解决掉这些敌人吧。我们去试验下一项功能。一击必胜。在此之前，你注意过怪物们留下的痕迹吗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只有接下来的功能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了。总部研发的模组可以通过怪物留下的痕迹分析它们的种类和特性，但这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持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进入陌生区域的时候先分析出可能会面对的敌人。比起上一个目标，对于我们的作战会更有直接的帮助。先去找些类似的痕迹吧，这样说明太过抽象了。保持平稳。数据录入中，分析结果已生成。一点数据都没有，你让我分析什么啊？啊，能不能动动脑子？看来通讯中断还是造成了一些数据同步方面的问题。先手动录入一些数据吧，想要让芯片正常运作还需要一些准备工作。就是我和你提过的，先把影像录入模组吧。数据录入中，分析结果已生成。你自己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也需要分析。应该是数据太少的原因。刚才你应该看到模组自带的技术了吧？相关的数据越充分，分析结果也就越全面。但是，短时间内很难进行完善，也只能在之后的调查中多加注意了。当然，我也会尝试校准一下模块的，尽可能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功能。痕迹录入就先到这里吧。接下来，我们去采集活体数据。虽然模组看上去还有一点素质问题，但就现状而言，还是先测试完所有的功能吧。这些咱们应该能用上吧？
就在这里吧。打开模组的实时记录功能，如果策略分析的功能可以正常运作，它会成为最有价值的组件。燃尽吧！他不该出现在这里的，先撤退吧，只是为了测试的话有些得不偿失。数据录入中，分析结果已生成，档案检索败狼应对策略可集成。驾驶，这我可最擅长了。喂，跳到他背上去。燃尽吧！全力过，看，来帮你这样。目前看来，模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正常运作，只是因为数据问题，稳定性还有待提高。你会习惯的。总之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我会根据目前的数据进行简单调试。如果在使用中出现问题，可以再来找我。当然，如果出现硬件问题，我可能也会束手无策。所以，尽可能不要让芯片在物理层面受到损坏。保持警觉，队员。好了，我按照测试结果调整了模组功能。不过，它的个性化编程和策略分析联系得很紧密，所以。之前我们提到的功能，你都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在探查周边区域的时候，记得采集数据就可以了。所有数据，你都可以在模组中进行查看。如果有特殊发现，
记得及时向队友同步。还有，虽然个性化模组不能关闭，但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兼顾战术分析，可以主动关闭它的语音。目前还没有发现。事实上，模组为什么会被设计得如此智能，我也不能确定。保持警觉，队员。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。情况不乐观，城区的怪物数量又增加了。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敌人的计划仍在进行。所以没错，与外界的通讯被阻断了，我们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。无论是无线通讯还是邮件传输，都无法穿过笼罩在福斯湾的无形屏障。那个金发男人，随着他的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如果是指声音的话，我也有些了解。但出现在圣方丹的那个人，绝不会是他。解释不了的谜团太多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得尝试和外界建立联系，至少将我们的情报传递出去。基于现状，我也只能想到一个下策了。愿意帮我个忙吗？很好，那就出发吧。我们边走边说。Bronya， 抵达战场。果然有很多怪物，尽量给侦察单元减少一些敌人吧。上！
是我赢了，斩尽吧，让他们看谁比较配合。干得好，不过怪物的数量比我预想的还多，继续前进吧。燃尽吧，听我指挥。这里也有，速战速决吧，完全解放。命令要紧，启禀上尉，队长。贯穿，一击必胜。一直这么清剿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闹出太大动静反而会引来更多敌人，再往前看看情况吧。果然越靠近城区中心怪物数量就越多，想短时间内把他们全都消灭干净是不可能的，只能避免无谓的战斗了。你应该接受过潜行训练吧？队长吩咐的任务，我感觉有信心了。这条路，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侦察单元已经设置好了，保险起见，他会待到天色暗了再出发。接下来就只能靠他自己了，相信他能把这份录像带到外面去。第一小队也收到了支援命令，论战场救援他们是专家。我们也得坚持到那个时候，所以队员，如果你的身体有任何不适要及时向我汇报，毕竟你才刚从不坏能侵蚀的危险中脱离，月之环也无法让你痊愈。但你无法保证，对吧？我明白。在保护他人之前，先保护好自己。这应该是圣弗雷亚教给你们的第一课。好了队员，我们该回去了，逗留太久可能会暴露侦察单元的位置，而且不能让同伴担心，你说对吧？你是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？
切正常。一切正常。